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梦乐器，我是明梦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琴，应该是大家最近一两年啊，就是其实也不是一两年，最近一直常见的一款经典的 Fender， 这个叫做 Fender Custom Shop 62 Streetcaster。 这是一把奥林匹克白，然后这个不是做的非常的旧，它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做旧，就是有一些磨损可以见木纹，但是它不会磨得那么惨，然后这种锈啊这种东西还做得挺正常的。然后这是一把60的 C 的手感，所以舒适度会非常好，不会你觉得特别厚。然后这把琴的弧度是 9.5 的，其实这是个改进弧度，在当年可能都是 7.25 为主，那么现在它改成了 9.5 的弧度啊。这个就是常规的6105的品丝，像一些6100啊或者会出一点这样，这是常规的6105的品丝。然后拾音器62的这个常规的 Custom Shop 的话，它采用的是 FAT60 的拾音器，也是 Custom Shop 常用的一个拾音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支 Fender Custom Shop 1962。而且这个白色的话搭配这种，有人叫这个护板叫什么鸡蛋绿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很 vintage 的一个吧，确实从某些角度看上去有点绿绿的感觉，因为它做旧了。然后整个琴的感觉是一支非常好弹的一支 Custom Shop。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琴的音色。 OK，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支琴的轻音。OK，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过载。
一下失真。OK， 那么这就是一支很好弹的Fender Custom 62。其实我觉得这两年Fender在 Custom Shop 的部门，它整个公司的管理层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我觉得它 Custom Shop 也做的，我觉得比以前有很多时期的要好，而且它的这个做旧工艺这种皲裂的感觉做的特别的好。基本上我每拿到一支这种常规的62 Custom Shop 的时候，我都觉得还真的挺好弹的，所以不会像以前那样拿到要左挑右选的这样子，所以它整个的工艺的提升也是一个工业的进步吧，我觉得。然后加上它对部门的管理，包括选材这些，整个音色做出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好，这个琴 OK。